健康的身体没有了，空有一副好看的皮囊又有什么用？老孙呐，你先接一下电话呗。他在重。等会儿，我这个病我不舒服，你慢点走。好好。我今天腰疼头疼。嗯。你刚刚想说什么？说我怎么？没有啊，本来今天是个蛮开心的，结果你用这样的开头。我现在光有一副好看的皮囊了，没有什么事儿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，那就两顿，我得去补补。我们去吃烤肉啊，很晚了。其实应该说我们去吃烤串儿、烤串和烤肉还是不一样的吧？还不太一样啊。烤肉的话，好像跟延吉那边的那个对，铁板烤的那种铁板啊，或者你看吃的是一说吃的，一说吃的啊，我这腰啊，确实得补啊。其实，在东北就是吃烤串无敌方便啊！这是今天是在是在我们小区附近的店里，然后是哪天？星期天。周末的时候打算来我们小区烧烤。周末就在小区里面，我们自己烧烤去买肉啊，各种。这就是必须得这样擦一下。这个是牛肉，牛上脑。这边亮了啊！谢谢。嗯，对，那边暗。我需要什么招呼啊？好，谢谢。哎，客气。有这样的父母吗？这是看不见我没关系啊，看到后面，这是我们家，可以说后院吧，可能垂直距离100米都不到，所以说哈尔滨的烧烤你说有多方便是不是？要么就是自己去做，自己去烤，要么就是家家都有炉子，对，而且有很多你会看到很多地方，就是藏着炉子。嗯，对，是不是、那个、市一烧烤的地方可能是扔一个炉子可以让你用、那个、游泳馆的旁边、对对对，就有一个炉子，反正已经生锈了但不影响使用。嗯，这家就是肉比较好是不是？对，然后种量数量没有那么不是种类没有那么多，但是我们真的是因为它的肉很好，然后就会一直选择来这一家。不是，关键是近。对，昨天晚上差一点来，然后因为我俩昨天游泳，然后还喝茶就没有吃饭，后来我说我饿了，他说那走啊，然后我说不去了，他说哎走吧，后来我说那好吧，我先看一眼那个楼下开不开门结果这一路漆黑一片，我说那好吧，没有缘分睡觉。